真正要死亡正常的最后那一刹那是无比的快乐，可是最后一刹那这么淡自一生。什么叫刹那？刹那是佛经的话梵文过来，这么淡自一生60个刹那，刹那多快呀、啊！所以你就到哎，完全离开这个肉体四大分散的时候，就到很舒服的时候，已经昏迷了，没有不知道，那个真死亡了，大概这个死亡阶段，经过20-30个钟头，拿我们人是讲，这个暂定的啊，没有标准。出来，梦一样醒过来，普通叫灵魂，这个不是鬼哦，这我们普通佛学没有叫灵魂的、哦，这叫中有生开始了，也叫中阴生。就是说这个身体死亡了，另一个身体生命还没有配合拢来，这个阶段中间存在阶段叫做中有，叫做中，也叫中阴。这个时候自己好像一个人睡眠睡过去，忽然醒来以后，哎呀，哎，我好像死了，可是、哦、看自己尸体看不到的。中国人两句老话，生不认魂，你活到自己这个灵魂你也不知道。假设活到能够知道自己的灵魂，哎，虽然没有成佛成道也差不多了，有点基础了啊。你们好好打坐、啊、慢慢认得吧，还不知道呢。嘿，这个和中阴身一醒觉来，那一刹那之间是一个强烈的光明，这是一个科学的道理。生命的为什么那个光明不是太阳光，也不是月亮光，也不是电法的光，强烈的光明，除了真的平常打坐得定，自己在圣光中看清楚了的人，那个时候一定这个光当中这个生死不来了，就成强假了，给这个世界。所以你平常这个光自己圣光都认不得，你到那个时候中阴身灵魂正盖，那个光一来，有时候把你自己的灵魂也吓散开了，散开了又乱七八糟来了，这是个科学，那是真的哦。所以你真的得定是才把定达到某一个正改，是一片真的圣光之中，不是有相的光哦，也并不是无相的光哦。哎，那你守到一个有相的光，也不是无相，这个再讨论。所以这个光一来，中阴身一醒过来以后啊，这个光一过来以后一刹就没有了。好，前面出现的什么，你这一辈子的所做的任何一点事，大事小事，一幕一幕电影一样，很快很快都出来，不止你这一辈子，前辈子，大前辈子，前前辈子，多少辈子，所有的好坏事情影子一样片段的都套过来了啊。因为所以佛告诉你四句话，释迦牟尼佛，众事真白劫啊，所作念不忘，因缘会遇事，果报还自受。众事真白劫，所作的孽不会忘啊，忘就是不会没有，因缘会遇事，果报还自受。所以每一个生命转过来
为什么这个人寿命要长短，相貌要好看不好看啊，娇女也好不好，有些很穷，有些很得意，有些不得意，为什么都是是佛法的道理建立是三世因果六道轮回。假设佛法对因果轮回的道理都没有搞清楚，你是白学佛了。